雅麗老师，各位同修，大家晚安。弥勒尊佛，咱永安吼，佮继续咱顶礼拜讲无完的。咱讲满天星斗该下世啦，五方烈仙下天宫，它有主要两个目的。是安怎说有人讲西方不老一路做，啊，不老一菩萨，拢讲尽下凡。伊主要的目的是啥？有两项，第一项就是他妈咱的领班咧讲要救劫，因为咱进行是三期末劫，迄、那个玛雅文化讲2012年是世界末日啊。咱、哦、讲当然啦，这是预言啦、啊、这是预言啦、啊。但是预言有当时也是真准哦，咱也真准。有准无准，咱来看即卖时势啊，看即卖时势，咱家己就可想而知。温室效应，日本的迄个什么大海啸，迄种，你不得不相信是末劫来临的前戏，啊，已经一个前兆。咱先来读一遍，然后写到这几个简单的说明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来。我刚刚看到这两句哦，心就感觉酸酸啊。伊讲奈何沙婆如白丁啊，咱这世间有真白云丁咱无？唔是讲即马人心变唔对啦，因为这大环境造成干啊，等下电子基因啊，对啊，各，迄冷冰冰的物件，啊到尾啊哦，都没有亲情哦，迄亲情的都无去。我会记阮永过个囡仔介好教呢，我三个囝安怎大呢？我唔知呢，安怎大我唔知啦，真正我袂记一日啊，啊都戆戆啊大，戆戆啊做啊，啊即卖囡仔唔是，咱以为讲三期末节无得啊大项无，大倒变三期末节都大项有得食啦，所以这是环境造成的。你讲叫伊囡仔即卖用手机啊，啊卖用网络，卖用什么啊？即新的科技无多啊，已经袂活，唔是会死啦。就是讲，伫即个社会无多生存啊，即大环境造成的，你大家拢有嘛？啊，你即马无，你无多含人生活，你有即社会该淘汰掉，对嘛？奈何沙婆如白云丁啊！诸佛下世愿成灰，灰就是变灰乌啦，发大愿咯、哦。这诸佛菩萨大拢发大愿落来哦，满天星斗，五方烈仙拢发大愿要落来救人了、哦。啊，救会成未？三字啊，没法度。啊，哪那没法度？无法啦，无法自然。咱众生该歹教呢，你有感觉咱该歹教无？咱若该好教的，免搁再来介绍遮啦。但是该歹教，但一直流浪颠转，这轮回不休。弥勒下生经有记，净土开出修缘期。即咱顶礼拜有咱做一个详细的报告啊，即咱就无要搁重复啊。今天就是为这个开始啊，两华三会上该知，就讲两华三会哦，这句话啦，这件事啦，两华三会是一件事哦，唔是一句话哦，伊是一个天大地大的代志哦。师尊老大人敢讲哦，讲咱白羊弟子、白羊弟子就是讲咱就是白羊弟子。伊讲白羊弟子最终的目的。
最后的目的是第二。培养弟子最后的目的就是要亲临中华文化正道。亲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讲咱家己，咱本身哦，不是亲人哦，包括亲人，包括咱的救援制度，而这亲临中华一定要赴中华话，文化正道。咱伫龙华话是弥勒佛来到这世间成佛了后，再确定啊，详细甲咱讲。迄阵咱马上讲开悟，就马上开悟了。文化正道的意思就是啥？我像咱即马学生爱考试哦，学生爱考试，啊若考了要换房，啊换房老掉拢改大红纸、大四字，金榜题名。龙华三话来讲。就是金榜题名啊，文华正道的金榜题名。所以咱来当见到弥勒，未来佫含弥勒佛来到这个世间，我讲，讲但得见弥勒，何求不开悟？咱无开悟，那足困难啊，无可能无开悟。但是哦，但是问题来了，要赴莲花会，要赴莲花会。它有一个基本条件哦，龙华会不是喊口号，不是画口号哦，它是有一个基本条件。弥勒上仙经我咧讲，讲如来灭度了后，五祖弟子就是讲你讲咱，然后精勤修六书，有精勤修六书法者。当地世人命终之后，就是讲，迄个人在生人修六书法，后摆要死的时，就是阮要归空的时，亲像壮士屈身背向，这手背安伸出来，搁入来，安尼叫做刹那。咱在生人修六书法的人，后摆命终的时阵，亲像壮士安伸出来，搁揪入来，安尼刹那。见到弥勒，以弥来世第一文化，换一句话讲，咱即马弥来会当是毋是会当来赴莲华三昧？它的关键。就是在你有没有修六术法啊，六术法是非常的重要。咱若修六术法的人哦，后摆往生了一定主一定会撞到弥勒佛，但是主得如弥勒的意思是啥？花开见佛，咱为莲花，咱在莲花化身，我们不是死，我们是往生，咱就是往生去莲花化身拄到弥勒佛了后，弥勒佛阁敢再教育，未来咱爱阁含弥勒佛来这个世间，第一文法就是莲花三昧第一类。各位，咱后摆一定会附着莲花陀会，因为莲花会有三拜，一会、二会、甲三会。我相信我咱大家。那会当修六术法，未来大家拢中，不但会当莲花化身、花开见佛，未来世一定会拄到莲华初会，安尼有好无？六术法的第一行叫做勤修诸功德，啥是诸功德？简单讲啊，你做每一件代志。每一件代志对众生有利益的，
如果对众生有利的叫做功德。所以功德的范围概括，它不是极限的，上面来这上这上它是功德，凡是对众生有利的东西。但是这个范围太宽，能够浓缩，给浓缩这三行，这三行，三思。上海这三批，哎呦，搁要会记住了。勤修做功德，因为范围足宽，所以咱甲浓缩这三项，即是咱常咧讲的在世法师甲无畏师。在世唔免说明台，拢知影吼。从即马要起厝啊，即马咱要起大庙，迄无钱起啊，家己会背来袂？因为天啊，家己背来哦，咱就无多做功德啊。啊，是要是得爱咱家己做，还是哦天啊，家己背来？所以天啊，才袂背来。所以在世就是还一个机会。过来就是法师，从迄个从陈经理因公子啊，导即个少年家来，这个叫做法师，布施法。这个法的功德啊，咱即马咧训练人才，这人才后摆做讲师，他也是一种法师，他要行功了愿的机会很多，机会很多哦。这个叫做法师。搁一项啊，这无畏师，啥啊这无畏师呢？无畏师我讲简单的哈，比如讲咱彰德佛堂，盖侪哪有道经入来的时。我迄个道亲、新道亲回来，迄个感觉讲，哎，来遮比阮厝较好，啊，都无意思啊。我众生来到遮，他不会感觉毛毛，安听有无？一来哦，有一种宾至如归。啊，太，哦，迄个当遮，一个啊着面筋，啊，一个啊水果，啊，一个啊着茶，咱厝买好。恁后生新妇遮有啊无？无对不对？来遮有咧，有他妈有鸡面筋，恁吃无？有无？新道亲甲大老天人，你莫讲，啊莫过两日啊，无对咱来是，咱都唔爱来，因为新道亲大行拢都唔捌，所以爱大行拢甲招待甲对，所以予伊感觉伊袂惊，啊来伊庙拜无要紧，手甲牵咧，手甲牵咧拜。这是上简单啦，吼，上简单，以此类推。无畏师的有众生，他没有畏怖，伊袂惊，啊袂惊，啊也爱来，也就讲爱有咱有堂真好。啊，当伊后想要来，伊咪就有希望啊。伊若无爱来，干咩有希望？伊若无爱来，就停厝啦。啊来，你望我也惊，我也足欢喜。啊，来呀，哦，比俺的厝较好啦。好来，我正问大家，这点咱有做？有你做无？这点有无？是有啊，无唔敢应哦。哦好，安尼成功六分之一啦。有啊，六字啊，咱做一项啊嘛，这无啥物计，无这无困难的，是最少大家拢有，大家拢有。当然投入的迄个深浅，迄是个人啊哈，凭个人的因缘呐。第二项啊，做啥？位于不缺哦，伊主要就是修戒律，咱就根本的五戒，五戒，算下这五戒，啊是偏的，啊对。辛苦有三对三，三道人，啊嘴嘞有四行，恶口、良心、妄言、奇异，啊这个伊嘞贪嗔痴，所以这威仪不缺哦，就是根本的五戒，甲十二变成十三业。
这就是咱一个基本修道的迄个基本啦。安这有你做无？安娃娃甲恁拍波啊！安尼哦，六分之二啊！你已经信近成功哦，近成功，愈近一步啊！杀到阎王桥，咱呐一般的迄个清教下头拢无咧做遮嘛。啊，实善就是身可以，心靠伊难免啦。我讲哦，要讲甲讲，心靠伊完全清澈哦。哎，讲咱就好啦啦。但是虽然咱今还未到达到究竟，为什么咱一直哎呦爱定定咧讲？因为这足重要啊，无定讲，无定讲，咱了其实未其实啦。六十万吼，那无讲无掉，那未其实哩啊。好，第二就是威仪不缺，第三叫做少塔多地。少塔多地有两种基本的意义。一种叫做外，一种叫做来。外的啥呢？这个扫塔土地就是讲一间庄严的庙，像天文庵，咱入去，我们刚刚非常的庄严，啊，佛尊金细细烟，嘿，庄严，人家老人在个剪树啊，剪落地啊，剪落剪树，剪落水水烟，迄个扫塔土地，扫塔土地。因为一间道场庄严，有那摄受众生的一个方法，安对不对？你那一间佛堂哦，放到成本色对安，成本色对安，人会以为没。所以扫塔涂地也是一种功德哦。这就是向我讲的。啊，迄天伫天文拜一个道场，甲我问，这样说啊，我若无佛堂，要安怎？伊无学堂，就无你扫啊，无你扫大多地啊。讲无学堂，呾愈爱扫。伊讲要扫地，我讲你家己学堂无？咱家己每一个人有学堂无？有啊无？有伫底？方寸宝地思清净。那个方寸就是点传书跟点的所在，那就是主性佛，咱本身拢一尊佛大的所在，时时勤佛七，不是惹尘埃。我的大家会晓哦，来的大家都唔知道人要扫。新修大师讲，心如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佛七，不是惹尘埃。那无即句，就无六祖啊咧。六祖讲，身躯嘛无，唔是，伊讲身躯唔是树啊，心嘛唔是要行。伊讲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你看，所以扫外口较紧啊，扫内底。伊干那扫内底，安好清气尔，变祖师啦。你看，啊，咱三宝心华，下面你收内底。三宝心华就是你扫塔涂地哦，简单的事，重复的做。外口的垃圾咱怎样扫？内底这个垃圾拢唔知哪个扫，叮叮塔塔，六万年啊，无人知影通去甲扫，叮叮塔塔。甲在今啊，时阵时秒来甲拍开的所在，啊，赶紧好，大家整理啊，啊，开始简单的事，重复的做。这个叫扫塔涂地哦，安尼有你做啊无？即个，安着先讲一半，安先讲一半呢？六项我做三项啊，安大家要搁烦恼是毋是会先讲未？我来讲，菩萨落来到这世间哦，比咱较要紧，啊未发愿落来要创啥？一直看咱的温暖众生，大家迷迷糊糊嘛，啊大家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啊。所以咱就落来到这世间，一直跟苦劝，一直跟说像咱的因波说的苦劝，咱同款嘛。啊，就安跟样想，安跟牵样，牵到咱今仔家己免人载，家己来到位啊。六事啊，咱已经成功三项啊。第四项哦，依众名香
妙法供养。啥叫明？地心啦、啊，咱常咧讲平民，平民，那较高尚的讲做平民啦、啊。啊那较粗鲁讲做假地啦，地讲用食的啦，用啉的啦，用食的，来食地免哪食，地免哪食。你刨地，你摕地心刨起来刨圆无，然后食地，啉地。啊，较高尚的讲做平民，平民就是搁一个蚊香杯，安刷来个。嗯，啊，接一下，安大这民，也这平民，啊，咱有滴强敌无？咱有同有滴强敌无？但是咱强的拢头面三休呢，啊，咱啉的啉过来半两，啊，泡一泡上少半两，咱比咸都多，咱比咸都去较好饱。有滴烧香无？心香一丛，迄、那个香就是沟通的方式，香就是跟上天、跟仙佛联系的方式。你看香就一直清清清清，啊，香烟绕绕。妙花有供花无？哦，你即马恁即马哪一天温哦？你也看头前一排兰花，内底拢一挂野花，三楼啊花。三楼玉兰花，规间花花花，拢种花。嘿，啊！你看，啊，咱有一种名香妙花供养无？有吼、哦，安尼先恭喜啊！其实吼、哦，咱拢有咧做，咱拢有咧做，是做到吼，我家己唔知安尼做啥个，那个一做到家己唔知安尼做啥，够危险。他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。那天一个外国水呢，一个少年的哦，台北的，来天龙七德，啊，就人家来啊，下面开讲，泡茶开讲，伊问讲这样子，啊，咱一罐头干唔得收刀？嗯，唔、嗯，咱一罐头干唔得收刀？哦，啊，你干唔食薰？无嘞，啊，你有啉烧酒无？无。我的千口啊，讲一千口啊，讲对啊，啊，安尼咪修行无做啥，无你叫伊讲修行就爱夜天开摄影，修行就是爱起山来出来，也管到最外口喷呢，安怎做修行呢？修行是内在的物件，是内在的物件，不是外在。修行要外口变，佛从性中求啊，佛是为咱自性的中间成就的，唔是在外口。去雕山啦、啊，去挂香啦、啊，这我拢未反对。哦，是不是真相嘛？我嘛把你挂香呢，嗯，啊，这不是啥？啊，我嘛把你人雕山三步一跪，我步一拜呢，啊，表示我的诚心嘛、啊。迄无啥物唔好呢，但是迄唔是圣道的传播案，理解无？从信中求，不是向外。我们一直都在向外，无教无啥啥呢？第四样，咱有啊，咱也有做啊。好、哦，来第五，第五就是行众三昧，深入正修。啥叫做三昧？三昧翻作咱台语，或者正定；翻作中文啊，或者定。三昧就是梵语，梵语印度话啦。因为当时佛陀在印度，因讲印度话。所以讲三昧，三昧啊是定的意思。那我们有没有在修定？三宝心法就是修定，三宝心法就是修定。深入正修，啥叫深入正修？叫咱一门深入。咱修这个法门，咱不是讲别个法门唔好，每一个法门拢都去讲的。每一个法门，只要你有始有终，拢会成功。所以，咱今日一贯道白羊的弟子，所尊所庙传给咱这个，唔但咱伫圆山门讲信受真传，咱行受真传，行受真传了，就是三宝心法，叫你一门深入，讲有幸登上欢喜地了，讲咱今日有幸
打入来欢喜地，咱这个佛堂是不是叫做欢喜地？这要完成先做位的所在嘛，有形定向欢喜地，深信能入涅槃门，你一定要深信，一定会得到解脱，得到正道。像咱头嘛讲的，文华正道，金榜题名。所以咱在修三宝心法，一门深入，始终不退，一定得到圣位。按无妨，咱拢努力做啊。是迄、那个，咱家己做做啊，讲好，就从迄个台北来的东西问讲，这样说，咱一贯都讲唔在修行啊。我讲食，我讲惨啊。人讲欲见庐山真面目，只缘人在初山中啊。你都伫伫庐山内底啊，你还阁问讲啊庐山伫底？咱本来就是你修行，你世界所修行是善道，你就是你修行啊。你要讲啊，咱是有你修行无？安尼有危险嘛？无危险。人讲食菜唔捌你亲像老虎吃草皮呢。一人代志共一人代志哦，知甲唔知伊结果无共款咯。我讲所修得，咱即马知影讲食菜的意义嘛？当然说食菜根淡中有味，虽然。无亲像食肉遐好食，啊嘛袂呢嘛袂，即卖个素食是真好啊吼，真有水准。讲你若捌食菜根淡中有味哦，啊若唔捌个，食甲涩碗涩滴，拼命食菜哦，拼命食菜，拼命食遐物件，有诶食甲欢喜甲，有诶食甲，等下塌，等下塌吼，我讲得多不毛。你看，哎呀，尤其是较大，迄也米粉，这也米粉，起码拢无米粉，起码点做米粉的米也较少。所以一人代志，知甲唔知，伊的结果是无同。知伊做到会欢喜，唔知伊做到也不准，到尾也退刀。伊就我，伊就做甲莫名其妙，是做啥物？啊，咱起码知影咱咧做啥，唔知。好，再想二。六十万的第六项叫做读诵经典。各位，咱有咧读诵经典无？你慢看这個，这就是一部大藏经，这就是大藏经的浓缩。老母讲啊，通天教真言就，这就是。一部大藏经的浓缩，咱就是咧读经，咱逐日就咧读经。啊，为什么咱要读经？读经的目的是啥？经就是方向。咱若咧迷路的时，到迄十字路口，是毋是拢有插牌啊？拢改插，为即边去，为爱去何必？为爱去大城，是毋是咱经？就是咱人生的主路标。今仔日哪无如来在世，人讲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。今仔日哪无如来出世伫这世间，我们众生没有目标，没有方向。咱常哩讲沙漠，沙漠是沙漠。沙漠就是无方向、无目标，沙漠就是一望无际。你若像迄戈壁大沙漠，还是一望无际呢？你无目标、无方向，我亲像咱人生，咱人生未出世就迈向死亡的道路。咱未出世是咪一直行，行到一直向死亡的路线咧行。那么在这个中间向阳去看到一股水，在沙漠的中间去看到一股水，欢喜无？哦，阿娘的甘露在救命！我这沙漠的啥六道轮回，立足就是佛法，所以经也当引导众生迈向光明大道。他妈讲布施。功德哦，报喜的福报等于报喜来哦。我们为什么有福报？就是从布施来。
我们为什么有智慧？你从经典中得到，所以这是叫福慧双修。你不是给他也报喜呢，给他也报喜是福报而已，你完全没有智慧哦，你对不对你分不清楚哦，是非善恶你搞不清楚哦。所以为什么叫我们读诵大乘经典，就是这目的哦。啊，我请问大家，这两行我们是不是都有在做？都有在做，所以我们大家放心，净土已经成就，弥勒佛在那里给我成就，早就要给我接受了。弥勒佛莲华三昧文化净土，它的基本条件就是六识法。啊，六识法都有跟我们说过，都有跟我们说这样。咱未来以未来说哈，咱弥勒佛时间成熟了，伊会来这世间，伫莲华树下，莲华树下。当下这莲华呢，伊这丛树啊哈，一丛尊莲华树，伊这丛树啊含莲同款，迄莲有莲树啦，啊伊沿根根咧转啊转，伊个枝，所以迄丛树啊叫做莲华树。弥勒佛。我亲像俺伫莲花树下，成无上正定正觉，就是成佛。伊成佛了后，迄个佛光从直接照射到色界天，下照到阿鼻地狱。迄个光亲像千百万的日，真光。啊，大家拢有看，一切法界的众生和弥勒佛有缘的众生，看到佛光，从一直向迄个光。佛光遐行，等于行来这个莲花树下，台湾天龙达大体法界众生，清佛转法轮，清灭佛转法轮。因为大梵天王哪有佛出世，伊拢代表众生清佛转法轮。迄、那个初转法轮就是第一回，第五弥勒第一文法，咱未来世。三昧莲华拢圆满啦，莲华三昧拢结束了。弥勒佛会阁带咱去一个所在，叫鸡足山。鸡啊，迄粒山啊，那是鸡足山呢。伊从鸡脚绕弯，从鸡脚绕，伊是山形在即落形。石刻摩尼佛交代一领金。金马线，金马线落去一个袈裟，唔是金色的哦，是金马线，规领拢金啊、哦！叫做金鲤交代哦，徛尊者入去鸡足山，得至弥勒下生，三昧莲华结束了，伊会带咱大家哦，你我大家拢会带伊到鸡足山，伊用这脚的大头母，从位个山头甲搭咧，迄个鸡足山从掀起来。徛尊者啦，将迄领金色、金的衫赋予咱弥勒佛。迄个为迄阵开始，正式为三界的导师，是众生的祝福，就是法界一切万国的祖师。那你讲平说万教，就是弥勒佛来平说万教。咱讲一贯道平修万教，即句话是讲了无啥对。不是一贯道要平修万教，是弥勒佛来平修万教。你若讲一贯道平修万教，其他的宗教都不接受。不是一贯道平说万教，是弥勒佛。弥勒佛不是咱一贯道的呢，各位，安尼有了解无？弥勒佛是一切法界众生的弥勒佛呢，的祖师呢，不是咱一贯道家己讲哇，这阮的别人，不是安尼。所以平说万教是弥勒佛经历，就是衣钵传承、慧命传承了，以正信为法界的祖师，万万教朝宗一定要来皈依，做大皈依主。白羊法尊应天时，白羊法尊就是讲咱即嘛，啊，救世专凭一贯修啦，三灾八难遍地流。现在三灾八难，哦，一世界都有，啊，要安怎？要来救世，要来度世，就是一贯
就是这家的法船，法船哦，白洋的法船就是一贯舟，这家法船，啊，这家法船免哪救谁，免哪救谁，就是直至人心见性成佛。所以白洋这家法船是应时应运哦。所以咱今仔是不幸中之大幸。咱虽然处在这三级末劫，世间上危险，人心上险恶，最可怕的时阵，咱来出世伫这世间，虽然是不幸，但是是不幸中的万幸。今日若毋是出世伫这个时阵，都无降世，所以叫非时不降。非人不团，是毋是？时间未够，无团，应该单团独修，应该一代团一个尔，或者单团独修。啊，咱即卖，你看，卖讲介远个，咱讲六祖得，五祖要团哦，六祖团加西团一拨，爱伫三间呢，入面甲叫入去，伊个方丈室。得阁用汤加些起来汤啊，甲围个呢。迄个时阵还未到，迄个时阵还未到，所以迄或者非时不降。咱的道是非时不降哦，所以毋知讲，咱进白洋的法船都应时应运来这世间哦。所以咱因为得开得来用伊，所以咱未珍惜啊。我们不珍惜，得来真容易啊。但是咱唔知伊价值伫底啊，非人不团，非人的唔是人啦，啊唔是啦，啊万在做是咪人，或者非常人，非人的意思，那唔是非常人，袂当得到。啊，啥叫非常人？根基组织甲佛缘，你若无具备这三项条件，你袂当得到。真的不，你无法度得到哦。所以大家讲，非是不共，唔是非常的人，唔是根基组织佛缘介高的人，你袂当得啦。安尼爱拍波啊，一个面，唔是甲我拍。是为家己赞叹家己的，讲好家在，俺心肝头偌贵下个，好家在来出世伫真呢。你若较早来无呢？你若一百年前来无呢？一百年前来啥物传落你啊？迄阵你见见啥物传落你？拄啊生伫真呢，所以年轻人你很有福气嘞。伫遮做单团独修，非时不共，非人不团。即马阁改做同心同德同修记，即倒倒变啊！因过啊一代团一个，或者单团独修。即马做同心同德同受记。各位，咱伫求道的时，是毋是爱先请单？请单来填表、挂号、献经，阁介侪同修伫啊，等要甲你。拍手，安心是同心同德同受记，应该是单团独修呢。五座团六座含窗仔门都爱炸开呢。啊，咱今嘛唔咪呢，是诸佛菩萨甲同修赞叹的见性之下来完成这件事，安对不对？这就是应运呐，这就是应运，或者同心同德同受记。就记得就得了，求道那个仪式叫受记，叫皈依，叫受记。啊，咱就是皈依弥勒佛，咱伫耶面头前发愿，发愿奈何沙婆如来顶呐。这个世间难谈多啊，好像迷魂阵啊，迷魂顶。因为，咱的本性的迷信哦，有介侪要素。加这八字哦，就让你无啥啥。其他卖讲，加这八字哦，酒色财气贪嗔痴爱，加这样、
的母萨萨，那么其他的有生命稳定无？咱拢伫个漩涡内底哦。安尼聊咧哦，人讲李世民落难缠啦，迄难缠哦，就是脚难咧哦，拢救袂起来，越陷越深。春天卖讲哦，我刚刚讲这两行得，这两行做一个极端的对比，称得上潘献帝。看到三个拢准备下，伊一个万正人，正人万的一个安尼，叫做千人心、嫉妒心。这款的哦，这款的概念，这款的要修行介困难，所以一定爱叫你放下。这就是你，咱会迷失的这个亲，还是会人讲恨会恨，恨为什么该加会？迄、那个恨多真有燃烧。咱看这蜡烛哦，是燃烧自己啊，照亮别人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恨会烧开，是你烧家己哦。它是燃烧自己哦，又伤害别人哦。迄人啊，恨会压开哦。我听迄昆德族人哦，你气一人代志，你气一个人，安怎累啊？你敢知？讲。你吃你的肉，吃你的骨，搁树你的血，安那个无够呢？亲像眼中钉，亲像肉中的刺。你个想象那一种心态哦，免怎修行？目睭一粒沙都袂使呢？伊讲目睭亲像有插一个钉啊，安有艰苦无？肉中的刺，迄手人，咱哪有穿着？我相信大家拢捌穿到伊经验，迄、那个穿到你，迄、那个穿若无甲扭开吼，定定都感觉解难要。啊，你看，迄、那个心情，甲要食野肉、嗑野骨、搁树野花。啊，你也看，你甲观想讲，即种诶，伫迄个情境，假使若换来是咱，伫咱家己诶时，啊，若无放下边啊受，啊爱嘛同款，山明海色，爱甲死来运气啊！啊！无你我唔嫁，无你我唔娶，到尾啊，大行拢变卦，到尾啊，拢含事实倒变，啊，到尾啊，因爱生恨，嘛是个恨，身败名裂，有诶为了这身败名裂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到尾啊，同归于尽。你啊看阿成安尼，要安怎修行？无多修，毋得甲伊讲奈何？即个世间哦，亲像未稳定，大家都拢伫个漩涡内底。诸佛下世愿成佛，发较大愿都无效啦。大家拢互即个聊咧啊，拢浸伫内底。人要甲你救哦，你嘛伸手起来，你含手都伸袂开，是要怎甲伊救？无多救。虽然有满腹的抱负，有满迄个真大的愿力，想要来普度众生，毋过众生含伫迷魂阵内底，迷魂阵里面，所以无多救。咱应该常咧讲鸟巢禅师，是两个三兄弟哦。当时法官要落来世间度众生的哦，两个三兄弟当时落来哦，因师甲交代哦，讲恁两个落哦，有法度度千千万万哦，无法度两个做一顿啊，麻烦恁两个家己判去呢。伊讲师父，我了解。落来了，经过几十年，剩一个顿去尔。因师讲啊，你家己顿来，还要一个咧，一个底下你看。娶四个某啦，迄个白四郎，是毋是娶四个某？啊，做官做甲很大，即马头即马行政院长啦。你看做行政院长，啊娶四个某，你是要叫伊安怎修行？所以富贵修行有哪难哦？好个在咱拄啊好，也袂想好，也袂想善，诶，咱介拄啊好呢。啊，师父讲，啊，你家己转啊，你看，伊啊，啊娶四个某，哦，一个伫遐咧掠头，伫遐掠手，伫遐掠脚，一个伫遐咧。你不多，你还抓龙，你是要干哪修行？不多，你讲不多，你嘛是爱割肉，你还搁拖回来，要救人家就该吃啦。说含恁三兄弟说家己回来，哎，即马想想讲，啊，我即马落来，搁为做囡仔开始，唔知搁十八年后，唔知十八年后我到我都讲话甲救，你想想讲安尼伤久，用得。合作交啊，
出去在鸟啊，鸟啊，或者鸟巢，伫个鸟啊树，伫个当树啊顶哦，因为迄个娶四个某，迄个因师弟哦，逐日也买伊买总统府，拢爱位啊过，拢爱位啊过。哎呀，奇怪咧，鸟啊，它会讲话，啊，佫会讲经呢，伊感觉奇怪，拢停落来伫个听，啊，听听啊，大拢走伊。迄阵哦，伊有感觉着啊。伊听到迄只鸟啊讲遐个经，伊有感觉着啊。人大拢走了啊呢，伊无走。伊才请教迄只鸟啊，伊讲：讲师啊，啊修行是变哪修啊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伊敢若甲讲安尔，讲啊做修行，讲你讲了，迄三岁囡仔就会晓。伊讲三岁囡仔会晓，你八十几岁也袂晓。伊即句就开悟，所以开悟是一瞬间哦。迄人开悟是一语道破，一语拍破梦中人。伊是咪安迷迷糊糊的做梦。我们人生就像一场梦，该像咱的做梦呢？咱大家梦拢做过十年啊呢，真要你梦呢？咱真心要你做梦？咱的梦只是较长啦，咱暗时你困的梦一个啊，啊，咱这世人的梦较长。然后继续的忙，要你期待，要你期待啥？要你期待明仔。那我们明仔误会哦，我们不要被明天耽误了。当下，把握当下。两个三兄弟来，一个无转，伊全变作鸟啊！伊做人没有啊？啊，讲咱孙女的，咱孙女冤介大呢？伊是台湾总负责人呢，伊当时过日本读册，是做医生呢。做医生来到一船，总为上海，中国上海做陆军总医院院长呢。当时的时阵呢，陆军总医院院长专门咧治疗鸦片，鸦片一礼拜就甲解决，伊我都一礼拜将咧鸦片呢。迄、那个阿扁中毒的眼皮皮抓，一礼拜，所以好，迄名声真透，求得了，准备倒来迄阵台湾公屋，公屋了，咱苏娘才发愿要倒来台湾，倒来台湾了，关课，掠伊关，掠伊灌水，掠伊刑，掠伊罚，到尾要掠伊枪杀，你看，什么愿嘛无效。伊有满腹的抱负，要来救咱台湾人哦。啊，结果政府无谅解，当时一贯道还阁受政府的这个拘束之下，伫媒体的这个报道之下，无法度生存。我那阵就是，你我那阵就是受害者啊！警察定敲呢，定遐敲，啊，卡袂着就遐喊，要解了遐拘留，安怎样拢讲？所以枢纽底下无法度。被逼解散一贯道，所以咱哦，咱保公本来是台湾上大组的源头呢，多万人二十年，多万其他的祖传二十年，无大孙女是咱台湾的总负责人啊！你看，祖父下世，较大的源嘛无法度，因为这个末法时期哦，众生真正。救不起，白羊得咩？啥人医？白羊的倒卖，要请上来医。我请问咱大家，要请上来医？啊，花德哦，花德来医哦，花德是你一边，是你一德哦。花德都别当医，他无要上来医，家己医。诸生诸多，福不能多。咱白羊这个舞台，就是今嘛，咱今嘛所有处的这个世间，这个时阵叫做白羊的舞台。啊，舞台是毋是做伊的？咱真有想咧做伊无？咱每一个人拢扮演每一项的角色哦。咱将咱每一个人的角色甲做好，迄出戏就好看。迄出戏毋是有男女主角，毋是干男女主角就好呢，还有配角。爱有穿低格人啊，迄小跳啊，爱有穿迄酷袂了，爱管跳啊角，穿插起来
这张戏才会好看。相像意思，咱每一个人就咱家己的角色甲扮演落好，咱存在伫这个世间就有价值啦，还有存在的价值。每一个人呐，发一点仔心，就咱师尊讲，每一个人发一点心，一支山的小雨，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哦。一支山的小雨，是毋是一点火星尔？你看迄点火星的爆发力。所以我伫咱你考考咱大家来讲，咱每一个人拢一点的火星哦。咱每一人一点的火星啊，咧爆发起来了，唔定会改变家己尔，是改变整个世界哦，把整个世界都改变。你看咱潘道长，潘道长一个人的牺牲，到咱有一贯道行到今日发展到万国九州啊。他是一个人的花心，啊，那每一个人的花心，我们都是弥勒，弥勒真弥勒，化身化心千百亿，习习习习云习云主不贤，我们都是弥勒的化身，我们是不是小弥勒？咱是不是弥勒的化心？咱每一个人弥勒的化心，所以咱一定要有信心，我们一定要有信心，不但会改变自己，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，六十万。一定要记起来，因为这个叫做文字般若。咱咧讲话就是有声的文字哦，就是有声的文字。但是咱的头壳内，若无这个文字的智慧，般若就智慧。咱头壳内若无这个文字的影子，咱免怎生存人？卖讲生存人，咱家己都无目标来行，你都唔知影要做啥话。所以我希望讲。我们在每一节课有一挂，是讲圣人讲的话，希望讲咱用淡薄时间，甲记伫这脑海内，要用到。咱无咧宣传，人总揢一本破底啊，现的啦。啊，恭喜咱大家。其实哦，我们要往生弥勒净土不是很困难。为什么那无介困难？弥勒我真底下等啦，真底下等。净土已经成就嘛，咱嘛伫弥勒佛的面头前发十条大愿嘛，即个佛甲众生互相的承诺嘛。你要来，啊不会不会啊不会发愿，成个契约感觉，啊只要咱呐履行契约，啊就成交啊嘛，所以无介困难呢。咱要往生弥勒净土，要让你化身含弥勒同住天盘。不是很困难，你莫甲想讲介困难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法力充满，谢谢。谢谢梁主席。三，谢谢梁主席。三，大家请坐。